这个是定番节目，每天都要表演这个。熊老师，你的咋样？懵的。为啥？现在还是晕。有信心吗？我们彩排的时候非常可怕，那气氧气的像冰冻一样。真的假的？对，非常可怕。宝宝的水星就可以先下楼去 stand by， 就是那句话，就自信就 OK 了。观众专门欺负不自信的，你相信我这句话。好嘞，哥，支棱起来。我俩现在走了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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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水星加油！加油！哥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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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没想到吧，真的神赛。今天喜剧人的第七季在大舞台录制，先给大家提个醒，一会儿你们后面看到的所有节目啊，都是二人转演员配的跨界的演员。他一说我就紧张了。你看我一直摸到这儿，你摸这儿什么？把脉。哎呦，这么强劲有力，原来这儿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，咱们东北人都讲着热情好客，我就恳求大家要有一个包容的心。宝哥这个意思就是别难为他们，因为他们是第一次跨界走上这舞台，很不容易的，很不容易。啊，先不用掌声，啊，宝哥这不用，宝哥不用。哎，而且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会有工作人员会把一个小本子发到你们手里面，把对哪个演员的印象啊要写在上面。我的天哪！这么刺激吗？感觉好的呢，它好在哪里？假如说感觉不好的呢，不好在哪里？然后收集上来之后呢，演员呢，根据你们给的意见好做调整，好不好？好。来的剧场演都是特别碰见。今天这些来的演员当中啊，就有一个演员没有配上搭档，所以说我就充当了一下他的搭档。回家乡这舞台，你就觉得父老乡亲都挺期待的，就近乡情怯吧。然后呢，我来了之后听到的段子全是那个大直梗，所以我自己就慌了。那么接下来我要把他介绍上来，他是谁呢？地球的尽头吧，是吧？宇宙的尽头，李雪琴。还没看着？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李雪琴。刚才宝哥说的他们也听到了，宝哥说的还到位吧？到位，还到位。那么所以说，朋友们，你们要多给予支持和鼓励，还有接下来的每一位选手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雪琴哥现在把舞台交给你。到我了，你走了。跟你走了。要不哥当拐棍给你搁这杵着也行，当道具给这杵着也行。那哥就下去了。加油，雪琴，给你鼓励。没有搭档吧？今天连这个架都没有，我就站在这儿。我建国，宝哥干啥呀？这才是我今天的搭档，他们老喊别人。喊谁呀？喊王建国。王建国呀，隔离了。哎呀，特别开心回沈阳，但是其实我今天老紧张了，我第一次站在这个刘老根大舞台上，我之前我就说我不上，我上不了。我说你看人前面演员干啥呢？翻跟头，拿大顶，吹手套。到我这儿，那观众还能鼓掌吗？哎呀，他们说能。你看你这回沈阳了，就跟回家嘛。下面都坐自己家人，那掌声啊都不能停。是这么回事，就是我之前演脱口秀的时候，就老有人说我这个风格啊有点像二人转，今天站到这儿就实锤了。我妈就老说你整那个破脱口秀，你就不如搞二人转。我说为啥？她说搞二人转应该是你这辈子唯一的机会，身边能有个老爷们儿。